婆是我爸爸的妹妹嘛，我叫有姑姐，她带她三代回来，带她那个女儿跟她那个孙一起回来，看她那个老家，她父母的老家是咋样的。她今年80岁了，她就一起想回，加上这是中泰闽亲，这样她就回来，很好高兴，很期待呀。她昨天晚上一个晚上没睡觉，她很开心就是。在入境手续办理方面，我们进一步加强前台引导，及时为泰国旅客提供政策咨询和宣讲，采取动态调整查验通道，增派多语种执勤警力等措施，让旅客在边检通关时获得良好的体验。最后，加强与航空公司、机场和联检单位的协作配合，从整体上提升口岸的通关效率。